自从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，废水、废气迫使地球环境逐渐改变。温室效应造成的影响正慢慢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。地球表面大部分是由水所覆盖，但是人们可使用的淡水却不到全球水量的0.5%。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下，洁净的水源越来越少。联合国为了提醒人们珍惜水资源，特别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资源日。而台湾虽然四面环海，但每人每年的可用水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/6，是世界排名第18位的缺水国家。翡翠水库供应了大台北地区约500万人的生活用水，大至维持身体机能，小至清洗淋浴，水资源广泛地运用在食衣住行娱乐等各方面。除了民生用水之外，水库也提供大台北地区的消防用水、工业用水，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而有力的后盾。翡翠水库原计划供水区包含台北市全区及新北市的新店、中和、永和、三重、淡水、三芝等地，近年来更支援新北市板桥、新庄等地之用水。台北市及新北市用水需求的比例相当，已达成两市共享翡翠水之虚整目标。